我想起来一个词儿，这个词儿叫远交近攻，远交近攻。又想起来一个词儿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。这两天这个大运会在成都开幕了啊，来了几个他妈的臭要饭的啊，就是他妈的来喝中国人血的。我看有什么布隆迪啊，还穿了一个类似中山装那小黑人小总统，是吧？完了之后，哎呦，紧紧拉着中国的最高元首，是吧？叫一尊，哎呦，拉着他的手不撒开，给我钱，是吧？给我点吧，是吧？先生太太，是吧？可怜可怜我吧，不给我就不撒手，是吧？我就往你身上抹大鼻涕，是吧？我就碰你的词儿，是吧？哎呀！是吧，你瞧来的这几块料，是吧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，是吧，这个有个布隆迪，是吧，布隆迪首都可能叫基加利，是吧，是叫基加利吗？然后这个还有个卢旺达吧，卢旺达发生过种族大屠杀吧，是吧，图西族、胡图族，胡图就是糊糊涂涂糊涂，是吧，首都叫布隆啊、叫布琼布拉吧。还有乌干达吧，首都叫坎帕拉吧，是吧？怎么样，坎爷？就这种世界上鸟都不拉屎的地儿，800辈子都没几个人去的地儿，是吧？咱门清，是吧？挨着维多利亚湖，是吧？哎，维多利亚湖。然后，这个是吧？至于乌干达的阿明，然后这个是吧？这个杀人如麻，是吧？吃人肉，喝人血。乌干达又跟这个坦桑尼亚发生过武装冲突，是吧？那个卡扎菲支持乌干达，对吧？等等等等啊，这就不聊了，是吧？你瞧来的这几块料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？叫圭亚那，是吧？上回那个大康啊，也是我们那个北京老乡，在新西兰的啊，说圭亚那在非洲，我又给人挑错，我也挺讨厌的，是吧？圭亚那在南美洲。南美洲的西北角啊，有圭亚那，有法国下属的圭亚那，还有一个叫苏里南的啊，是吧？然后这都谁都不知道啊，对吧？这种狗屁国家呀，还有哪儿来着？还有西非的一个叫毛里塔尼亚，是吧？毛里塔尼亚，这个它介于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这么一个撒哈拉的这么一个国家。啊，毛里塔尼亚的首都叫努瓦克肖特，努瓦克肖特啊，啊，然后还有谁来着？还有一个白人国家，一个小国，是那个格鲁吉亚，也叫乔治亚 ，Georgia， 啊，那个格鲁吉亚咱们都知道啊，斯大林的家乡啊，斯大林是一半格鲁吉亚人，一半奥塞梯人啊，奥塞梯。就是阿苏特，就是阿兰呀，是吧？阿苏卫呀，北京昌平小汤山啊，是吧？然后那儿有一个松兰浦的空军机场啊，有一个那个阿苏卫那村有一个垃圾填埋场啊，好多得癌的呀。阿苏卫就是阿苏特，这帮人是白人，被蒙古人西征的时候给他们征服了。有什么这个速不台呀、啊？啊，蒙古两个大将，一个速不台，一个哲别。然后给他们千军签发一个命令，来到了中原，到罕巴里，到元大都，后来跟着蒙古人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，因为这个徐达，因为这个常遇春、朱元璋他们快打过来了啊，元顺帝跑回草原了。所以前些年大概零几年吧，零七年左右，我到内蒙古草原看到有的蒙古人长得脸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汉人啊或者蒙古人亚洲人的脸，但是他的眼珠就发绿发蓝，应该就是奥塞梯人或者其他的这个欧亚大草原的这些民族的后代吧，跟蒙古人就融合了吧。蒙古人历史上有三次有出有进啊。然后对，咱们再说说大运会还有他妈谁来着，是吧？反正都是一些烂国家，都是一些他妈的就是拄着棍儿要饭的啊，到这儿都成祖宗了，是吧？这中国人养着他们呀，
对吧？国家领导人一爽了，给你200亿，他不给，从他兜里不往外掏，人民掏，对吧？寅吃卯粮，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说说，是吧？这个人家入场的时候，是吧？中华台北，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，就是台湾，是吧？然后就是，哎呀，统一统一，你拿什么跟人家统一？人家就是一个主权国家，中华民国，人家都100多年了，对吧？你是从人家那儿独立出来的，而且你是通过暴乱，通过内战，通过给人家造谣，通过拉仇恨，对吧？你搞这种不阴不阳的这种阴谋手段，就是是吧？这很下作，就摆不上桌面的，对吧？别把自己形容的那么伪光正，你没那么好啊。而且台湾比你牛多了，人家的国民生产总值、平均收入，你给农民一个月给100块钱，是吧？前两天我就说了，这个不叫退休费，不叫养老金，这个叫往你脸上啐痰，往你脸上啐口痰、吐口痰，然后你还不能擦，你还得感谢，你是在羞辱我，100多块钱，对吧？台湾大概人民币可能是至少1000多吧，我都忘了，好像6000多台币吧，人民币1000多吧，至少是你的8倍到10倍啊，对吧？你拿什么跟人家去统一啊，对吧？人家是多党制，好几百个党，恨不得仨人就能成立一个党，但是你要想进国会，那有一个好像3%吧，得票不少于3%，你才能成立议会党团。所以现在有些比较跟大陆跟共产党太亲近的，像新党已经泡沫化了，什么郁慕明啊、谢启大呀、什么李胜峰啊，那个女的叫什么黄什么来着，黄志贤呀、邱毅呀，就这批人已经玩完了。还有赖教授啊，也够赖的，赖月谦是吧？啊，然后日本人进来啊，鸦雀无声；韩国人进来，差不多也那样，羞辱人家没意思。前些年那个亚太经合组织吧 ，APEC， 在北京怀柔、雁西湖、雁西国际会议中心，哎呦，人家日本人还是那个去年被人家谋刺，那个被人拿一个小孩开枪给打死那个安倍晋三。安倍来了，不是小泉了，小泉纯一郎下台了，安倍来了，哎呦，我们这一尊哟，那脸呀拉的那叫一个长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就那模样是吧，哎呦，7个不服8个不忿是吧，杀7个宰8个，面沉似水啊，是吧，连点笑模样都没有，人家到你们家做客来了，要不然你别请人家来，对吧？就跟这次的大运会似的，你别让日本人来，你不是腻歪小日本吗？对吧？你别让他来呀，对吧？韩国什么搞那个萨德反导系统，你别让他来呀，是吧？哎，你又让人家来，哎呦，你又表现的那个德行，是吧？我不相信是观众自发的啊！中国有一个词儿，老是骗人啊，群众自发的。从来也不是自发的，都是组织的，对吧？你玩这种就这种假招子，这种小门小户，这种穷人乍富，这种小心眼儿摆不上桌面，说实话我都瞧不起你们，真的，我从内心我腻歪你们，知道吗？你还老说自己啊，我们是泱泱大国啊，我们是5000年的文明，我们是文明古国，你就这德行啊，你还要什么领导全世界啊，呸，对吧？所以说呀，是吧，这个当然我知道某些日本人啊，某些韩国人这个也对中国人有歧视啊，我都见过，我也去过日本，我也去过韩国，包括台湾我也去过，是吧，这个东亚这边我都去过啊，包括在中国，在北京也接触了好多日韩台，他们对中国人或者大陆人也是有歧视，瞧不起，说白了连我都瞧不起中国人当中的大部分，对吧？你确实做得不好，
对吧？当然，比如说历史上日本人侵略中国，包括一部分韩国人也跟着来中国啊，也杀中国人啊，高丽棒棒，有的那个高丽师团、小日本也来，对吧？日本人瞧不起中国，用语言都表达出来了，我都见过，不是冲着我，也是冲着别人，在四川九寨沟，我都有照片，那日本老头是吧？就是说中国好还是日本好啊？就问一个老头，那老头娶了一个日本人当年逃跑二战失败留在中国的日本媳妇儿，他娶的时候不知道是日本人，娶完了之后生了俩儿子一姑娘，后来跟那个日本的他的岳父啊，他大舅哥联系上了，去日本，全家都入了日本籍，就这老头儿，他认为他是中国人，他还有点所谓的民族气节，他不入，哎，他有这个永久居住权，拿中国护照。他是一个东北的长春的，我有他照片，我们俩住一个屋，旅游的时候在九寨沟啊，在那个什么黄龙。说实话，我是宁肯让欧洲人让白人歧视我，我也不会到日本韩国这种地方长期定居，让跟我长得差不多的人歧视我，那我也更接受不了。其实白人反而他不歧视你，当然也许他心里有，但是面上他很少表现出来，起码我几乎啊来了也第八个年头了，我几乎感觉不到，是吧？另外我再说一句，这个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远交近供，是吧？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，是吧？语言几乎差不多，对吧？这个挨着也算兄弟之邦，他们之间反而打仗，对吧？日本是吧，日本的里边有很多中文，当然近代以来他又给中国的中文等等的提供了很多营养，是吧？包括他的汉字啊，包括他的建筑啊，很多东西是吧，文化是吧，互相之间都有交流 exchange culture， 对吧？但是离得近他就会有一些领土啊、利益啊有一些争端，就反而容易，你以为同文同种啊，什么山川异域呀、啊、日月同天呀、啊、那都不可能的，是吧？离得近，所以你看这个钓鱼岛啊、钓鱼台呀、啊、日本叫尖阁诸岛啊，什么东海大陆架呀、啊、是吧？包括跟韩国的叫什么苏岩礁啊，哎。远离是非啊，远离是非。这个欧洲人家，你看人家欧洲啊，说良心话，两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基本上就在欧洲打的，是吧？这个其他地方很少。第二次其实主战场决定人类的大格局的大未来的也是在欧洲，是吧？你看美国当时这个罗斯福跟英国的丘吉尔就商量了一个战略，就叫先欧后亚，啊，先把德国打趴下，让德国投降，然后再去打日本，对吧？所以5月8号、9号德国投降，然后8月、9月日本彻底投降，对吧？它有一个次序啊。这个欧洲真正的人类的核心，真正的文明就是以欧洲。你看看欧洲的地形，欧洲的地理。欧洲哪有沙漠呀？几乎没有。平原，它的高山，它的海拔高度，阿尔卑斯山，是吧？喀尔巴阡山，是吧？塔特拉山脉，啊，迪纳里克阿尔卑斯山，对吧？这个比利牛斯山，2000米、3000米的都很少，对吧？你看看亚洲，青藏高原，是吧？帕米尔高原。是吧？喀拉昆仑山、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、兴都库什山，对吧？扎格罗斯山脉，对吧？额尔布尔士山，对吧？这个托罗斯山脉，这一比就比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自然条件，哪儿是穷山恶水啊？哪儿是真正的这个，是吧？山清水秀啊，鱼米之乡啊，对不对啊？
你看看人家欧洲，人家就法国、德国，人家就不打了，人家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呀，是吧？亚洲人的文明啊，甭管是日本、韩国还是中国，当然日本、韩国比中国啊，尤其是政治制度上还是进步了一些，但是终究还是差得远，真的。这个书让我挑了好多错儿，这个是好书，好书，好书。这个我临出国的时候特意买的，《潜伏》，孙红雷、姚晨，是吧？啊，里边演那个谁，谢若琳的，是我们校友，24中的。巴尔干，东南欧国家的人还是落后，他那个文明还是不行，到现在也不行，就是从古至今，东欧就不如西欧。这都是特务，都是共产党的特务，姓段的亲哥俩，他爸爸国民党的中将，这哥俩全是他妈共产党。你想想，到了蒋介石身边，呵呵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这个书很好，可惜它是好多册，我这儿不多了。这本书我仔细的读过。美国人写的，写二战的，这个书特别的好，水平特别高。这个书水平也不错。这个作者我去过他家里，而且一个广东人。